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信仰，它不是空洞的一个理论，信仰它必须对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本集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探讨学习这一个话题。首先我们再来看一段 Hadith 圣训。有人问先知算拉算拉姆说 Mal Islam 什么是伊斯兰？当然很多人都会问先知算拉算拉姆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先知算拉算拉姆曾经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因为伊斯兰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由很多重要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完善的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在这里使者算拉算拉是怎样回答什么是伊斯兰的。使者算拉算拉说高了伊图阿姆图阿姆我推比克兰，伊斯兰就是给别人食物和美言，说美好的话语。看到这里，先知算拉和算拉回答说伊斯兰它不是别的，它就是要给别人食物，给别人一种关爱。也社会当中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关爱，在饥荒年代，在战争年代，人们温饱还存在问题的时候，有钱买不到食物的时候，什么最贵？食物最贵，吃的最贵，肚子都难填饱的时候，有钱也没有办法。在那种时候，给出食物是多大的一种奉献的精神。同样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仍然有很多人食不果腹，仍然在微饱线之下，富人山珍海味，穷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需要的是用实际的行为，用信仰去关爱社会，去关爱他人。当我们上对肉下对肉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叙利亚的灾民，叙利亚的难民，是否想到巴勒斯坦的难民，他们在风雪地里住在难民营里，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也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我们是否应该伸出援手去帮一帮他们？所以伊斯兰并不是独善其身，伊斯兰是要让这一种爱体现在行为上，去关注别人。所以在这一段圣训当中，先知算拉算拉说伊斯兰就是给别人食物。所以我们看到宰牲节的时候，有很多穆斯林兄弟他们发起了倡议，把国内的一些有愿意宰牲的一些
且集中起来，把它捐献给叙利亚的难民。这就是符合了伊斯兰的这种精神。我们已经吃得饱了，穿得暖了，还有更多的难民兄弟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最应该去做的，让这个善举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伊斯兰的倡导，这就是先知萨拉桑对我们的教导。紧接着先知萨拉桑说，伊斯兰是给别人食物，还有是美好的言语。言，一个人的言语表达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恶劣的，那么他也不会说出什么话。所以首先信仰要塑造的、培养的是内心，然后要让自己的言语行为成为是一种美好的。一个高尚的真正的穆斯林，他是不会说一些污言秽语的，他会注重自己的言和行。很多祸患都是出自自己的口舌，口舌就是罪魁祸首。在很多时候，恶语恶言可能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导致兄弟的反目，导致家庭的破碎，甚至可能会挑起一个战争。这就是言语，恶劣的言语所导致的后果。因此圣训当中教导我们的，一个有信仰的人，真正的牧民，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说污言秽语的、胡说八道的、口不遮拦、说一些低级趣味的、下界的言语的人。穆斯林他的口舌是用来说好话的，用来说真理之言的，用来纪念安拉的。所以先知萨拉桑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么说就说好话，否则的话就保持沉默。在另外的一段圣训当中，先知萨拉桑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保证他的两腿之间的就是不通奸、不淫乱，能够保护他的两嘴皮之间的，也就是舌头，就是言语，那么先知萨拉桑说，我就保证他进入乐园。因此这一段圣训告诉我们了，保护我们的舌头、纯洁我们的言语的重要性。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人问先知萨拉桑的时候，什么是伊斯兰？先知萨拉桑说，伊斯兰就是给人食物，说美好的言语。紧接着有人又问，什么是伊曼呢？先知萨拉桑说，伊曼呢是萨玛哈图沃萨布鲁。伊曼呢，信仰就是萨玛哈，宽容和忍耐。在这里先知萨拉桑没有说信仰是归信安拉，而说的是信仰是宽容。那么就证明了信仰除了对内心的一种对造物主的认识之外，它还必须是外化成一种行为，就是一种宽容和接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如果
没有宽容之心，那么他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宽容、饶恕，它是安拉的一种属性，我们人更应该去效仿安拉的这种属性。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我是阿里空我的很多拉有我的卡图。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 وبعد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人问先知萨拉萨兰的时候，什么是伊斯兰？先知萨拉萨兰说，伊斯兰就是给人食物，说美好的言语。紧接着有人又问，什么是 Iman？ 先知萨拉萨姆说 Al-Iman 是 Samahatu wa Sabr， Iman 信仰就是 Samaha 宽容和忍耐。在这里先知萨拉萨姆没有说信仰是归信安拉，而说的是信仰是宽容，那么就证明了信仰除了对内心的一种对造物主的认识之外，它还必须是外化成一种行为，就是一种宽容和接忍。一个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如果没有宽容之心，那么他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宽容、饶恕，它是安拉的一种属性，我们人更应该去效仿安拉的这种属性。人一天，安拉创造了他，赋予我们各种恩典，我们不断的去犯罪哈，但是安拉接受我们的忏悔，安拉饶恕我们。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很小的过节，为什么不去原谅别人？我们希望安拉的原谅，不去原谅对我们有所伤害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太吝啬了？一方面希望安拉的原谅，一方面自己又舍不得奉献出对别人的原谅，这是不符合伊斯兰的精神的。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萨拉乌萨兰是人类的楷模，人类的典范，他在原谅方面为人类、为穆斯林立了最好的榜样。曾经他在麦加宣教的时候，13年的时间受到了古莱士人的迫害，以至于把他追到郊外的一个地方羊肠小道当中，3年的时间不与穆斯林来往。古莱士人把穆圣萨拉萨兰了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追到那个地方封闭起来，不与他们通商，不与他们交流，不与他们买卖。在漫长的13年当中，古莱士人用尽办法去折磨穆斯林，折磨我们的先知萨拉胡阿里萨兰。但是当穆圣萨拉胡阿里萨兰光复麦加之后，他并没有去报复这些人，报复这些曾经对他极尽迫害之人，而是选择了原谅。因为原谅是信仰的要求。同样的，塞拉丁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没有像
十字军那样屠杀穆斯林那样去屠杀穆斯林，屠杀其中的基督教人、犹太人，而是以极大的一种宽容容纳了那些人。这就是伊斯兰的宽容。所以先知萨拉萨拉说艾伊斯兰姆塞纳哈，伊斯兰就是一种宽容。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要以德报怨，古兰经当中说你应当以德报怨。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以德报怨的话，安拉是这样描述的，那么在他和在他之间有仇恨的那种人会变得亲密无间，成为密友一样。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知道原谅，他不知道宽容的话，那么其实难受的是他本人，因为所有的事情将在他的心当中堆积起来，他永远生活在痛苦当中，任何事情他都耿耿于怀，以至于成为一种疾，一种病。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必须知道宽容。宽容是伊斯兰在这里先知萨拉萨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紧接着先知萨拉萨说伊斯兰就是忍耐，这也是一种信仰对行为的引导。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知道忍耐，那么他在生活当中永远只会生活在苦闷当中、忧郁当中、不满当中。人在生活当中不可能不遇到痛苦，不遇到不幸，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肯定有许多苦恼不顺心的事情在生活当中经常出现。所以伊斯兰要求我们的是要有一种接忍的心，有一颗忍耐的心。古兰经是这样说的 مَا أَصَابَ مِنْ مُصِيبَةٍ إِلَّا بِإِذْنِ اللَّهِ وَمَنْ يُؤْمِنْ بِاللَّهِ يَهْدِ قَلْبَهُ。 凡是你们遭遇的任何灾难都是在安拉的意欲之下，谁归信真主，那么他就会指引他的心灵。在这里安拉斯布哈纳瓦塔阿拉说了，人的任何灾难，人遇到的一切祸患都是在安拉的意欲允许之下。但是有些人他能够想得通，有些人想不通。如果想得通的人，归信安拉的人，他认为这是安拉对他的一种考验，他忍耐，那么他可以获得回赐。如果他抱怨怨天尤人，那么他只能自食其果，永远生活在郁闷苦闷，生活在不解当中。所以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忍耐的人，有一颗坚强的心，有一颗忍耐的心。因为穆斯林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好与坏它均来自安拉，好遇好的时候他感谢安拉，对他也是好的，遇歹的时候他选择忍耐。犹如圣训当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عَجَبًا لِأَمْرِ الْمُؤْمِنِ إِنَّ أَمْرَهُ كُلَّهُ خَيْرٌ لَهُ。 信士的事情，有信仰的人的事情啊，真的很奇怪，他所有的事情对他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对他好的。如果他
遇到了好事，他感谢安拉，那么对他是好的。因此我们在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感谢安拉，安拉就增加给我们好处。紧接着是先知桑说，如果他遇到坏事的时候他忍耐，那么对他也是好的。所以一个穆斯林，尽管他遇到的是不测，尽管他遇到的是对他不好的事情，但是他选择了忍耐，那么这就可以成为一种功修。所以这一个世界上就有两种事情，一种是坏的事情，一种是好的事情。对于个人而言的话，人他不知道什么真正对他是好的，好的事情也许只是暂时对他好，而坏的事情也许只是暂时对他坏。从长久来看，人是看不透未来的，未来只有安拉知道。所以伊斯兰的信仰要求我们稍安勿躁，万事慢慢来，忍耐，托靠安拉，这样的话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这就是使者索拉华的圣人对这一个人的回答，什么是 Islam， 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了这一个问题。我们本期的节目到此。我阿黑鲁达瓦纳安尼哈姆杜林拉希罗比拉拉米我索拉华的塞迪纳穆罕默迪瓦拉安利希我萨哈比亚之马因我斯拉姆阿里空我拉哈姆杜拉希我巴尔卡图。